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愿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令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令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令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81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：如圆中超越娑婆众生，虽能念佛，浩浩见思。浩浩是广大的意思啊，见思烦恼，实为佛断，不但没有断，佛都没有扶住，而能垂宗啊，心不颠倒者，云非自力而能主持，乃权杖弥陀而来拔击。圆中朝有希大师的著作《阿弥陀经》三种注解里面的一种啊，三种最重要的，学《弥陀经》没有不学这些祖师留下来的资料。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，第三个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。这是圆中钞里面的文，大师说得好啊，娑婆众生指的是我们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，虽然能念佛啊，也很用功，甚至于佛号一句接一句啊，还可以不中断 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见思烦恼啊，不但没断，福都没有付出啊，境界现前，习气就现前了。啊，但是他临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，那一刹那之间，他就能得到佛来接引他。这什么原因？不是靠自力了，自力没做不到啊，而是权杖弥陀二来八级啊，来八苦，来救济。
这个地方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确实说到名号功德，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啊，即使化身菩萨、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，让我们这些凡夫接受。所以，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。啊，可是它容易修成。啊，条件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。只要真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啊，有怀疑就不行了。佛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真正愿生净土，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把三界六道统统放下。心里头专注这一句佛号，佛，我们就能感动佛来接引。虽非正念，而能正念。正念像海贤、海清、老德、和尚这些人是正念，为什么？他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动，叫正念。那我们凡夫没有得到正念的，可是临命终时，这个时间很短啊，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，念头能归正。那念头归正是什么意思？要记住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万缘放下了，这就是二能正念。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能正念的人也不多啊！啊，这是说什么？凡夫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一个小时正念做不到，十分钟可以做到。啊，十分钟当中，这一句佛号，不夹杂妄想。不夹杂妄念，那就这么短的时间，它就能产生效果。而这种方法呢，一定要在平时锻炼，临终啊才有把握。平时要不锻炼，临终还是没把握。我们念佛念一个小时，念两个小时，能不能有个十分钟里头没有杂念？这个自己要留意啊！我们能不能往生，全靠这一招啊！啊，两个小时念佛当中，里头能有个十分钟没杂念。那有杂念的不是真念，没有杂念的这是真念。真念不能维持长时间，哎，十分钟可以维持，好，啊，慢慢时间会增长，十分钟到十五分钟，
15分钟到20分钟，这就进步啊，功夫进步啊，啊，那么他的根全在放下，真能放下啊，绝不留念。啊，佛告诉我们这个诸法实相，我们总要记住。啊，诸法实相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要牢牢地记住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常常用这个回光返照。啊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。啊，肉身还在这个世间，还关心大众这些事情，这是菩萨的慈悲，不忍众生苦。啊，暂时放在心上可以，不能长久放在心上。啊，长久放在心上是佛号。啊，暂时这个念头不障碍佛号，啊，这是大悲心。我为什么往生西方？为成佛。成佛为什么？成佛为得度众生。现在我想帮助他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办不到。我到极乐世界去留学，啊，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，这就对了。给你的心，给你的愿，完全相吻合。这故得心不颠倒了，即得往生。啊，正住小本唐乙于悲华年间，此意一显。啊，那是这是这一句话是华年老说的。啊，优希大师在《弥陀经注解》里面说的这段话。啊，我们再用小本唐乙玄奘大师翻译的本子跟《悲华经》，你看看小本唐乙名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。那经文里头这么说法，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那跟着佛一起来戒淫的，有声闻弟子，有菩萨弟子，前后围绕。来住其前，住在这个求往生的这个人啊，在他的面前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你看这句话就在此地啊，是佛的慈悲加庇，保佑你，帮助你这个心不乱啊，就是一心，就是真念啊。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，也不散乱，正念持名者，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也。第二个，念老提醒我们了，我们对弥陀要感恩的啊，真正感恩就是求生净土啊。你真求生净土，纵然业障严重，他还是来戒淫的啊。在戒淫那一刹那之间，他以威神加持你，让你杂念妄想
不起，啊，短暂的那一念就往生了。经上讲的一念十年了，一念的时间短了，十年的时间不长啊，啊，就能往生。这是弥陀威神加持。下面引《悲华经文》说：“啊，有《悲华经》云，临终之时，我当与大众为绕。这个我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与声闻菩萨大众为绕，现其人前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。”病危之人啊，其人见我，他见到了，他还没断气，看见佛在他面前，也看见菩萨声闻围绕着弥陀啊，得心欢喜啊，看到佛来接引，欢喜心啊，那一见我故，就是他见到佛了，立诸障碍，即便舍身来生我界，那他就能舍身跟阿弥陀佛走了。这是佛力加持，慈悲到极处啊！那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那只要你有真发心、真发愿，那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啊，所以功夫是什么？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，放下万缘。一心正念呢，正念就是一句佛号啊，除这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，啊，这样啊就对了，啊，就能感得在临终那个时候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和这个阿弥陀佛，看到佛周边的菩萨声闻大众来接引啊，证明经上所说的一点没错，不是妄语，是真话啊，这种状况你真的见到了，见到你欢喜，跟佛走了，身体不要了，啊，又说愿语，这也是悲华经上的，所有众生若闻我身，这个身就是名，就是名号，发愿余生我世界者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是诸众生临命终时，悉令见我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我于二时入无一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在于其前而为说法，以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，得报天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，
这是世尊在《悲华经》上说的话。啊，这话不是假的。啊，说临终的状况，啊，佛来接引，你看得清，很清楚。啊，菩萨声闻围绕在佛的周边。啊，佛这个时候入定，这个定叫无一三昧。一是眼睛长病，看东西看不清楚。啊，无一是个好眼睛，没有生病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啊，以三昧力呢？在这个人面前而为说法，啊，说什么法？这种关头，他说的法，我们听见了。我们在哪里听见的？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头听见的。我相信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，那就是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不必说别的，别的啰嗦啊，直截了当。那好好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那成佛是真的，那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假的统统要放下，不能再放在心上。我相信在这个时关键时刻佛就说这句话。啊，海贤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人以文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正放下了。啊，听佛这么一说正放下了。啊，一声佛号，念念相继，啊，心大欢喜。你看，其心喜故得宝天三昧。啊，这个三昧力令心得念，就是你的真念，你的这个佛号念念不断。那即无生人，啊，什么叫无生人？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。人就是你同意了，认可了，为什么？你见到了，确实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是什么现象？现代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中子，微中子是什么？是一切诸法的啊物质现象的根本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所说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合相，那是一个东西组合起来的。这个一，佛经上叫
极微色，啊，极其微小的物质现象，啊，把这个物质现象再把它分开，物质就没有了，啊，它不能再分，一分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整个宇宙都是这个物质组合的。它有多大？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其实我们对这概念的很模糊啊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原子，把原子打破，发现的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这些东西组合成为原子。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啊，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那我们人间天人都不行，天人天眼，天人天眼见不到，它太小了，应该就是原子。啊，原子打破了，啊，看到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再把这些东西打破，看到了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还能打破，啊，打破看到了夸克，夸克还可以打破，这打破叫微中子，微中子打破没有了。物质现象不见了，啊，所有物质现象就这样组成的。我们今天对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合相，有概念了。啊，虽有概念呢，这概念呢不深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用到，就很可惜。啊，怎么用法呢？万缘放下就用到了。啊，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？你说它生，它已经灭了；你说它灭，它又生了。啊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，不一样，念念都不一样。啊，假的不是真的，啊，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？啊，经上有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啊，佛问弥勒：“心有所念，是凡夫，心里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微细念头？”有多少个物质现象，有多少个念头生灭，啊，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啊，太短的时间了，啊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7次。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这一弹指乘7，32亿8000年乘7，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2240兆，这就是
不生不灭的意思。啊，你不能说它有生，也不能说它有灭。啊，它实在太短促了。你看一秒钟，啊，2240兆次的生灭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？啊，谁知道呢？大乘经里佛常说，八地以上。那我们看华严经，菩萨从初发心，初现位的菩萨，到等觉51个位次。要到什么样位置的菩萨才能看到真相？啊，宇宙真相啊！一秒钟，2240兆分之1是宇宙真相，八地能看到。八地是51个阶级里最高的第4个阶级。你看，八地、9地、10地等觉，菩萨到顶头了，再上去呢，成佛了。成佛叫妙觉。啊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最上面这个5个位次，他们在长极光净土。啊，八地以上啊，就融入长极光了，妙觉是究竟圆满了。啊，长极光是化身如来。不是一般化身菩萨，一般化身菩萨，华严原教初住以上41位化身大士，那叫化身菩萨。啊，这50个阶级，从第11个阶级起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七性位是阿罗汉。八性位是辟支佛，9性位是全教菩萨，啊，10性心满叫成佛，是法界里面的佛。再向上提升1个位次，原教初住，啊，初住就是。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啊，41品无明破了一品，正法身。啊，成为法身菩萨了。啊，这些常识我们有，要熟。为什么呢？时时刻刻提出来关照啊！啊，这一关照晓得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放下了。啊，真的就这一句佛号，哎，佛号提起来了。啊，这关照帮助这个用处，这叫真修行呐。所以真修行在哪里修？6根接触6尘之处是菩萨学处，在这里修啊。啊，修什么呢？最高的修行是不起心不动念，
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知道是假的。啊，知道是，不是分分秒秒。啊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这个频率在生灭。所以说，生灭就是不生灭。啊，生也好，灭也好，全放下。啊，这一句佛号注定心里头就一句佛号。啊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这个成就就是决定的神。啊，我们要学会了真会用功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象啊，不要被他欺骗了，要统统放下啊，随缘妙用啊，随缘随喜功德。妙用是什么呢？不放在心上就妙了，放在心上就造业了啊，业有善恶啊，那就是造六道轮回的业，善业就造三善道，恶业就造三恶道。无论是善善恶，统统是自作自受，这个要知道，不能怪别人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，怪别人是罪加一等。啊，要回光返照，统统自己做主。啊，自己真正做得了主，就是说佛在当中做啊，这真做主了。啊，所以说念心等念啊，皆无生忍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真能放得下了啊，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真心里头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个放下，放下妄心，妄心就是起心动念的心，分别心、执着心，这个都是妄心啊。一切虚幻都是从他生的，从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所生的啊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，执着是摩那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阿赖耶的起作用啊。这些作用全是负面的，菩萨清楚啊，化身菩萨非常明了了。啊，八地以上彻底放下了，这就是无生忍。放下了就是无生忍，命中之后彼生我见。你看这个字，文字彼，肯定到基础啊，啊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是经所显他力妙用，弥为明显。啊，悲华经上跟圆中朝上所说的
啊，还有这个小本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，真讲得好。啊，所以称赞净土经本经小本，悲华经摄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，君民必有佛临终戒淫摄受往生的殊胜愿力。这个话说得好，真难得啊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可见弥陀愿望妙德难思，大恩大力了，不可称量。这是毕生啊，我们再往下面看，阿惟越致啊，这一句经文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身份？我想大家都很关心。那阿惟越致，又作阿毗跋致。这都是梵语音译的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，是菩萨戒位之名，居弥陀要解。这就是欧耶大师说的啊，阿毗跋致，此云不退啊，不退有三种，第一个位不退，入圣流不度凡夫，小乘人就得到了。那出国以上，虽然是出国，啊，小小圣，他是真的圣人。啊，他入了圣流，真佛弟子，他不堕凡地。这经上跟我说得很清楚，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那人间寿命到了，他升天；天上寿命到了，他又到人间来。天上人间七次，他就证阿罗汉了。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不到人间来了，就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就是离究竟苦，啊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，他脱离了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以为六道还不错。啊，不知道六道是究竟苦啊，所以不想处理啊。啊，知道这是究竟苦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，你决定是想离苦得乐。啊，不知道迷惑了。苦中作乐，不想处理呀，大错特错，这个事不能干的。啊，那么第二种呢？行不退，行不退是菩萨，菩萨不会退到二乘，啊，恒度生，啊。菩萨慈悲心重啊，不忍心看到六道轮回这么多众生啊，在这里受苦，自己也不晓得，
菩萨总是教化众生，不度二尘。啊，二尘是只度自己，不度别人，叫自了汉。啊，声闻缘觉。啊，他也度众生，教化众生嘛。他不是主动的。啊，他是被动的，他跟这个众生有缘，他做他，他帮助他；跟这个众生没有缘，他不理他，不像菩萨。菩萨对众生是做不情之友，只要你跟菩萨遇到的，就算是有缘。啊，过去有没有缘没关系。菩萨总不会舍弃你，啊，总是会教你，啊，这个就是心不退。第三个呢，念不退，念不退是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只有一个目标，念念去向无上菩提。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，啊，一切种智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那谁证得的？妙觉如来证得。啊，这是说，你是譬如极乐世界十宝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念念是究竟果觉，啊，就是这里讲的心心流如萨婆罗海，啊，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那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当中的第三句：何其自心本自具足。啊，本自具足就是萨婆罗海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一样也不缺。啊，他没有缘，他隐不现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有缘，他就现。现不是生，隐不是灭，所以他不生不灭。那银线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众生起心动念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自自然然就有因，啊，像敲鼓一样，大扣则大鸣，小扣则小鸣，不扣则不鸣，啊，不扣不能说鼓没有声音。扣也不可以说鼓有声音，它的微妙是六道众生无法想象。啊，下面再用华严经啊给我们具体说出来，说若有此土，啊，就我们娑婆世界
啊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？藏出谷，藏同别院啊，天台讲的啊，藏教的说出谷就是小乘出谷须陀洹，通教呢是见地，别教呢是出诸，原教是出性位，这叫位不对。啊，名位不退。那么行不退呢？通教是菩萨，别教是社会相，原教是实性位，叫行不退。那这通教，通教是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。那别教是专门是大乘的，没有小乘，那是别教是回向，啊，原教是行为，这行不对，啊，通教菩萨下面念不退的，别教出地，原教出住，这叫念不退。上面说不退有三，最上的是念不退，此处行者别教须证出欢喜地，原教须知出法心住，方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实能念念流如萨婆若海。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，即如来果海，双舌二边全归中道，十月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可见呢念不退的难证。念不退，在中国禅宗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在教下叫大开圆解，也是明心见性。净土宗教礼义心不乱，跟禅宗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。海贤老和尚他证得了，他露了一点风声，我们在碟片上看到了。有一次他说，他不常说，他说我什么都晓得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晓得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不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如果说我什么都晓得，那叫大妄语，大妄语的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佛菩萨不能冒充啊，冒充佛菩萨罪太重了，死了以后不是到极乐世界，是到无间地狱去了。那么我们学经教，现在人更新，跟古人相比差太远了。那古人讲经的标准，什么人可以出来讲经？开悟了。开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，是哪一等的呢？是最高那一等的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才能出来讲经。你不会讲错。经学不学没关系，甚至于不认识字也能讲经。
经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没有通过阿赖耶识。那也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那自自然然从自性里头流出来，这是经典。啊，你见性了，你流出来的跟释迦佛流出来完全相同。啊，释迦佛讲的《法华经》，讲的《华严经》。啊，你要讲华严讲法华，你从自信流出来的，跟释迦牟尼佛说经文完全相同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人家拿着法华去向他请教。啊，大师说：“你念给我听。”念个一段两段就行了，别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啊，他能讲给别人听，叫别人听了开悟。啊，所以佛门这个教学方法很特殊啊，世间没有啊。啊，他讲的什么悟性呢？重视悟性，不重视别的，不需要记也。啊，这连中国孔老夫子都知道。啊，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。啊，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头说道：“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”你看，那是你学来的。啊，你念得多，记得多，不行呐、啊，不可以当老师，不能教人了、啊。啊，那什么人能教人？要开悟。中国古人也讲开悟啊，圣人不是不反复啊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，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应化到这边来。那蒲门品有证据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中国人喜欢圣贤，他就以圣贤身来得度。外国人喜欢佛菩萨，他就示现佛菩萨身份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身份，他就现什么身份。妙极了。所以我们要可以说，世界上每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。啊，这个话，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，啊，我跟他见面去拜访他，那一年他100岁，啊，他告诉我一句话。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说的话很奇怪，他从来没说过，他怎么会跟你讲这个话。啊，观世音菩萨32应嘛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又何尝不是观世音菩萨32相呢？啊，中国人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分。啊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啊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
所以萨婆若海是很不容易得到的。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份就是阿惟越致。阿惟越致，那就是念念想着萨婆若海啊，这个在菩萨修行里面最高阶层了啊。所以第二十愿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。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啊，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，皆是阿毗跋致。那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有没有？有，有其名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那平等法界啊，这是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要记住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生到这里便宜可占大了。一生就真的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修到阿毗跋致要无量劫啊，不是三大圣期，无量劫。遇到净宗法门中了特奖啊，你一生就成就了。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，叫真错了。啊，下面要解有云：精净土，无逆舍恶，圣念成就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欧耶大师讲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真难行啊！啊，下下品人，一真三不退，一生圆成佛果，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，为极乐所独有。如是，甚意超绝。甚是殊胜的啊，亦是不平常啊，言思莫及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言语思想都达不到故，要解云：非心心之机智，这是讲真因。为什么有可能？这个真因要搞不清楚，我们的怀疑断不掉。啊，真因是什么？心性之极致。心性是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，也不是修来的。啊，自信本自具足，不但是具足，而达到了极致。极致是究竟圆满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信得了，
你本来是佛了，大乘样人讲的很多啊，不是偶尔一句两句啊。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佛之极致，就究竟圆满在哪里看呢？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十方世界是你只能看到一部分，到极乐世界看到大圆满。啊，看到大圆满，就是你证得大圆满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然后是，这是因，因还要有缘，缘是什么呢？缘是痴迷。知名之奇训了，奇是奇特了，啊，训是功训，啊，弥陀之大愿，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大愿，何以有此？啊，这就是要不是心性即知。痴迷七旬弥陀大愿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坚持两愿于四十八愿中，如剑拔之红心，至于第十八愿，那是红心当中的重心。第二十愿里头，做阿惟越智菩萨。我们的心定了。阿惟越智是说圆教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里面包括有等觉菩萨。啊，现在的文殊普贤。观音释迦，啊，弥勒、地藏都是等觉菩萨。我们到极乐世界，一生当中可以跟他们平等的，可以证得究竟圆满，妙觉佛果。啊，所以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到四十八愿里面五个真实的大愿。啊，第一个，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，这语气都肯定。啊，往生到极乐去，成正觉就是成佛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你不成佛，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。啊，第三十三愿，光明无量。光明是智慧。啊，就是经上讲的萨婆罗海。那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。啊，光明无量，没有寿命不行啊，寿命是福报啊，有无量寿，有无量光，才能普度众生。啊，十七愿重要，诸佛称赞，那就是诸佛。都为阿弥陀佛做宣传，一切诸佛如来都介绍众生，众生里面包括菩萨，那介绍十法界众生，
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要没有这些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啊。啊，下面第十八愿，十念比丘。啊，善导提出真实的无缘。那我在这里呢加一个第二十愿，二十愿里面有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一愿也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一愿真实成就，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修学圆满就成佛了，必成正觉。啊，到达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了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第十八愿，弘心中之众心。这是黄念老说的。那说明往生不难。意思就是说的，极乐世界这个法门，人人有份。那个个不误。问题是这一生有没有缘分遇到？啊，遇到了要不相信，那真可惜；遇到了就能够信愿持名，这是大善根的人、大福德的人。啊，不是大善根、大福德，他不相信。啊，只有善根福德圆满，像弥陀经上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啊，遇到是大因缘的，这三个都遇到了，你就成功了。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三个都遇到了。啊，那要去不成人懒散懈怠，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，还不肯放下。那要不是这些障碍，肯定一帆风顺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度了多少人，帮助多少人坚定信心，无量功德了。老和尚在世没人认识他，那他绝不宣扬自己，啊，走了以后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感恩他。啊，这一宣扬，老和尚这一次到我们这个地球，在我们中国南洋啊出现了，影响到全世界。
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证明。啊，第二十愿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一愿。啊，在二十四章里面，这是第十二章，啊，十二章里面只有一愿，悔过的深愿，啊，只有一愿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事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中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若有虚误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国刹，命中不服根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去成就。啊，这是一愿。我们看念老主席有为第二十一悔过的声音，那无不随者，以前同位于第二十一文曲，在坚曲唐宋两仪，啊，以下呢则采取五仪，第五愿汉仪类之，皆称此愿，名悔过得生。啊，那么这一段是交代，这一愿是从哪些版本汇集而成的，啊，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再接着看下面，说异于第十八、第十九于第二十愿者，端在蓄势作恶之人，罪业深重，所受果报啊，在于三途。今生闻名发心，回过向善，至心回向，值得求生，临命终时，蒙佛愿加庇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。那故云：四十八愿，愿愿皆为众生，大悲慈父，恩德无极，我辈佛土，当何以报？这几句话是念老的。啊，念老在此地勉励我们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我们见过啊，劝导人学佛，啊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
但他不敢接受。问他为什么不敢接受？我一生罪孽，我不敢进大殿的。啊，进大殿，怕对不起佛菩萨。这人心善啊。啊，可是这种人不少。啊，良心还未泯呢，他自己知道他做我事。啊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人，那这一愿就是度他们的。啊，告诉他们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只要你能回头，只要你能改过自新，佛菩萨没有不帮助你啊，没有不成就你的，这个重要啊。如果是造作恶业，自己还以为很得意啊，认为经上所讲的这是迷信，这是骗人的啊，那就没法子救了，破戒啊，破戒有救，破戒是间接错误了，那个人没救啊，破戒没有关系，无逆十恶都有救。这二十一语讲得好啊，啊，这是特别对于有重罪的啊，甚至造无逆十恶毁谤正法，那个罪是最严重的，一般人不知道啊。为什么重？因为你的毁谤让许多将信将疑的人把信心断掉了啊，说不定这个人再过个一两年他真信，他真能往生，因为听到你的回报，他不肯再提升，他放弃了，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缘你把它断掉了，这个果报就太可怕了。佛在经上常说，杀人生命最小，不是重罪，断人慧命，这个最重啊，那就是说得人生还不难呢，得人生闻佛法可难呢啊，你把人闻佛法的机会断掉啊，比犯什么样的过失都严重。啊，那么我们如何修这个法门？对于法门要互相赞叹啊，这就是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生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你要是批评他，你要是毁谤他，叫谤佛啊，第二个罪名谤法，第三个罪名毁谤所有学习法门的这些人三桩大罪，就到无间地狱去了。
啊，造作的时候很容易啊，果报现前，你想出来可难了。啊，地藏王菩萨悲心很重啊，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他慈悲到极处，常在无间地狱。劝化众生，劝化哪一类众生？就是造作严重罪过的人，不信堕无间地狱，皆没补。菩萨专门度这种人，就是你给他讲因果报应，你教他忏悔，教他念佛，他听得进去，他还肯干啊，那么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啊，也能够往生净土啊。佛摄受他，不是不摄受啊。前面我们学过第十八愿，你看最后两句严重警告啊，啊，造作无逆是恶，回报正法啊，不是不救。这两句放在那个地方是提醒你，最好不要犯这个重罪，不是不救啊，那个就很难啊。第二个是临终忏悔，第二个是堕落在卧道之后，地藏王菩萨保存啊。你要没有这个善根，地藏王菩萨帮不上忙啊，这善根重要。啊，所以这一愿啊，这个注解里面说，一于十八愿使生念必生，那第九于二十愿端在叙事作恶之人罪业深重，所受果报在于三途。啊，专门对这些人说的。啊，今生闻名发心，回国向善，至行回向，值得求生。啊，命中，临命终时，蒙佛缘加庇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。啊，这是本愿第二十一愿回顾的生愿。啊，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慈悲啊，救护众生呐。故曰：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众生啊！大悲慈父，恩德无极，我辈佛土当回报。我们真正忏悔，断恶修善，后不再造啊！信愿持名。累积功德求生净土，这是我们报弥陀之恩呐，报释迦如来之恩呐，
我们要自己度度自己。愿中喜念，喜念我国，只心念喜在一处，不思其他。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时时刻刻念着这句佛号，不要把这句佛号丢失了。啊，这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念佛成佛是真的，别的都是假的，假的应该放弃，真的应该抓住。如观经曰，应当专心喜念一处，降于西方。观经这个意思跟此地完全相同，执中得本。啊，执比喻种植，啊，得本。什么是得本？如善根，得者善也，本者根也。有德本，德中之根本也。啊，依这个意思，那么阿弥弥陀名号名为德本。在大乘佛法里头，德本真的就是弥陀名号，能生万德，这叫德本啊。如教行心正曰，德本者如来德号，此德号一生称念，至德成满。成就满足啊，众祸皆转，十方三世德号之本，故曰德本。啊，教行先正是日本净宗大师著作，说得好，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很多。啊，讲得好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积德，德是什么，要怎么样积。啊，断恶修善，有十善业道经，身善口思意善。那负面的是十恶，十恶的反面是十善，这是个标准。啊，但它不是根。它不是根本。啊，那在中国，无伦无常是德，啊，道德了。无伦是道，无常是德。四维八德都是德。
啊，我德的本，中国德的本是孝，是敬。啊，孝是体，敬是用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要想成佛，成佛的德本是什么？啊，成佛要累积功德了。累积无量功德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啊，你不能不知道德本，德本就是阿弥陀佛，如来的好啊！如来哪一尊如来？大乘教里。诸佛所赞叹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弥陀如来的好，啊，诸佛如来的赞叹，赞到极处了。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啊，光中极尊，无量光，佛中之王，无量寿，啊，念这一句德号，就是念无量光寿，无量光是空间，无量寿是时间。啊，整个时空全包在一句名号里头，这是德本啊，这要认识啊。啊，我们要积累功德，分秒必争呢，不要把光阴错过了。啊，那怎么增法？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。哎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。那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随便都是，多么自在。那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真正与本心心体相应。清净、平等、觉而不迷，这就积功累德了，这就真正断我修善。啊，爱不爱，妨碍我们生活工作，一点不妨碍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。生活没有把佛号丢掉，啊，穿衣吃饭，佛号没丢掉，还在念佛，工作也在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嘻嘻哈哈还在念佛，真妙啊！古人说啊。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念佛不如念阿弥陀佛，你看妙不妙？啊，为什么经太长了不好念，咒比经短了，那可是佛号比咒还短了，越简单越好。啊，莲池大师一生念佛，只念四个字。啊，别人问他：“你怎么念佛？”我念阿弥陀佛，四个字。你叫人呢？叫人六个字。叫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叫别人念六个字，你念四个字？啊，我。
身心切愿，求生净土。那佛教我们支持名号，我就念名号啊，简单明了，我真要去啊。那叫别人，别人未必发心求生净土啊，加个南无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，是客气话啊，恭敬的话啊，我真想去就不要客气了啊，客套就拿掉了，他们还不想去啊，加个南无，不一样的地方，实际上都是在教化众生的啊，这些祖师慈悲应机施教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，随着德本要找到啊，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就是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你要认识他，你要能体会得啊，再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他相比了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四个字是如获至宝啊！我要什么我就要这四个字，除这四个字之外我什么也不要这叫真念佛，这个人决定的是一生圆满功德了啊！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啊！别去大妄想，我念阿弥陀佛，把释迦牟尼佛得罪了，你看我没念他。把药师佛得罪了，我害病的时候他不照顾我了，所以好像我们把佛了都分配了，哪一张佛管什么事，哪一个也不能得罪，错了，全错了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诸佛名号全包括在里头，一个都不漏，这多好啊！啊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漏掉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包括了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没漏他。佛的名号是信德，菩萨的名号是修德，信修报二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信修全都包括了，一切佛号一切菩萨名号通通在其中啊！再给你再扩大，一切经教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，一切诸佛之所说的都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都包了，全包了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再向上提升，念到四义心不乱，念到理义心不乱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理义心不乱生十宝图，四义心不乱生方便图，功夫成片生同居土啊，经上我们念过了，无论生在哪一土，无论是什么品位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平等的
这种好事你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到阿弥陀佛家中去找，肯定就找到了，别的地方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家中有，而且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我们去，纵然造作许多罪业，那是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，现在知道了，悔改，不要常常去想，因为你想一次等于又造一次，错了，应该想什么？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就消业障，想阿弥陀佛就灭罪，想阿弥陀佛就得积功德。千万要记住啊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，阿弥陀佛不要丢失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睡着了可能忘记了，醒过来赶紧把阿弥陀佛接住啊，这叫读本，读本啊，续物是指续世所造之物，即过去生中的罪物，悔者改也，改往修来，悔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事不更糟。三宝，阿弥陀佛全代表了。那怎么样忏罪？忏悔罪过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罪过。那不必再找这个忏那个忏，我看呢，什么忏都忏不了罪过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念你的罪过吗？你回忆一次就又造一次吗？这个罪怎么能忏得了？心里永远有个影子去不掉，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净念相继，把这个阴影全部消除了，让你的心大放光明，这就是业障消掉了。起心动念，纯净纯善，绝不有一个不善的念头。看到别人不善，看到别人作恶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捡别人的啰嗦，放在自己心田上，错了。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啰嗦筒，你是聪明人吗？这是由智慧人干的吗？自己丢掉的啰嗦回想一遍又装进去了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别想了，未来还没来，想它干什么？想他在妄想，抓住现在重要，现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真正会修行啊，真正把修行的总纲掌握住了将来往生决定增高品位。所以忏悔事不更糟这一句重要。我年轻的时候初学佛，张家大师教我
修忏悔法。啊，怎么去修呢？重身智不重心事。他老人家告诉我，设置是什么？不再造啊！啊，像颜回一样，不二过。啊，孔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。啊，他真正能做到，过失不会有第二次。啊，其他同学都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。啊，所以真正忏悔的时候，要以他做标准。啊，改往修来。啊，本愿。这第二十一愿，回顾得生，故知回顾乃往生之关键，改一切罪业从忏悔灭也。那心里头只有佛号，没有任何杂念，没有任何妄想，这个心清净，这个心平等，这个心觉悟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带罪业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，心性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妙极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一直念下去啊。在这个世界一直念下去，生生世世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直念下去。那在这儿修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证无上菩提，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就对了。那是命中不再堕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啊，这是本愿的宗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